三只是一个爱和守护的故事。然后今天也非常感动，是我男朋友陪我过来的。然后我们在一起也蛮多时间了。然后他不是一个特别善言辞的人，但是一直对我也是默默的守护和陪伴。男朋友说两句啊，这种话应该是你先说的。其实我是做婚姻相亲节目的，你对你来说的话，你说怎么能让女生先来说，是你要自己说。因为看了郭敬明导演这部戏，然后整个首歌概念非常配合我戏的心情。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我女朋友是邓伦的忠实粉丝，然后属于那种在家里看电视看到邓伦放广告绝对不能锁转盘的那种。然后我想说，今天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，想在就是邓伦的见证下，我给他求婚，给他带回来。哎呦，要在偶像的见证下啊！好，有准备来是吧？哎呀，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，虽然我武功犯了，但是求婚这事我第一次经历，我一般都是经历结婚的事。那我们终于火星见地球了，我经常当司仪，看我们这样吧，万豪，你今天哪一个身份？你是证婚人，你到这边，我证婚，你到这边，你给他证婚了，是不是在这边？我们就看他整个，对对，哎呦，哎呦，来吧，你挺会的，对。求婚啊，不要跪错地方，不是跪邓伦啊，是跪女朋友。来，准备，我们在现场，在邓伦的见证下，完成这一次人生质的转变。说两句，嫁给我吧。话语非常简单，你不是得说那几个字吗？什么你那个什么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对吧？你要说的一定是，请问你是否愿意，无论世界疫情、贫穷、富有、健康、和谐、贫困、亲爱的他、破碎他、保护他、嫁给我吧？你愿意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吧？来一个，记得住吗？师傅，好。无论顺境逆境，你愿意嫁给我吧？我愿意，太棒了！哎呀。戴上的这个指环啊，也是一生守护，从未来新的生活的一个开始。但愿我们大家一起祝福他们，好不好？给我们掌声了，谢谢，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争取在圣诞节那天，我们再二刷一下，好，让你们情感再升华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可以此生彼此守护，对对，好，并不，好，对，咱们一起加油啊！争取呢，马上人生发生质的转变。圣诞节再来看一下，我们算算孩子应该是天蝎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下一个，好，来，我们赶紧先休息一下。